I've got this thing, gonna blow your mind. 天气非常的好，等下要跟家人聚餐。那趁现在这个时间晒晒太阳，喝杯咖啡，然后回答一下问题。相机整个没电，反正我刚才想要表达是说，这个裤子它侧边很心机，它原本是这样子，一般那个裤子，看一下这样子，我的腿长的比例跟这样子腿长的比例跟臀部的挺翘度，看起来是不是有差？所以我觉得，穿衣服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你可以用一些衣服的小细节的部分去修饰我们身材比较不足的地方，或者说凸显我们身材的优势，那这个会是我在挑选衣服最优先考虑到的事情。需要用来撑过，然后知道自己一天所吃的东西大概是多少热量。不好意思，现在躺在床上充电，线就这么短，我就只能躺在这个位置。OK。我们是不是应该计算每天吃了多少热量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这么做。我刚开始听到这种吃东西的时候会计算它有多少量、多少卡路里，甚至连几颗坚果都在那边算来算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有事吗？有必要这样吗？那一直到了去年吧，去年年中的时候，因为一个工作的邀约，那我很想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体态，就体态的一个转变，于是我就妥协了，加入这个计算卡路里的行列。然后呢，刚开始真的会很容易忘记啊，就觉得很麻烦，但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看到我身材的身形的变化，就让我觉得更有动力继续的做下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像我们常常会想要变瘦，想要减肥，那我们就觉得说啊，反正我吃少一点就好。可是在我们吃少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忽略掉我们应该要摄取的营养素。那你这些营养素摄取不足，你可能会变瘦没有错，但也会阻碍你肌肉的发展。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你在健身房练得这么要死要活，可是你营养不够，你没有营养给肌肉，那你肌肉就长不大，很正常。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常常会不知不觉的超量，像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吃燕麦，我吃糙米，我吃水煮鸡胸肉，我吃什么什么，这很健康啊，然后不去算它的量。但今天不管你吃什么东西，你只要超过你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以上，你就是会变胖。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精算是最好。那像我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计算卡路里这个东西已经是变成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不用刻意的一直使用磅秤或者是什么看那个营养标签啊，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大概知道它是有多少营养素成分在里面。又是去健身房的路上，我到了，因为刚才出门前没有时间吃东西，我准备了乳清，喝的差不多了。Yeah, I'm burning it up. DPGC, you should be turning it up. CBT, LBC, yeah, we hooking back up. And when they bang us in the club, baby, you got to get up. Cause homies, thug homies, yeah, they giving it up. Low life,
your life. Boy, we living it up. Taking chances while we dancing in the party for show. Slip my girl a 44 when she crept in the back door. Chickens looking at me strange, but you know I don't care. Step up in the smother. Just a swank in my hair. Trick, quit talking. Crip walk if you down with the set. Take a bullet with some grip and take the smoke on this jet. Out of town, put it down for the father of rap. And if you happen to get cracked, trick, shut your trap. Come back, get back. That's the part of success. If you believe in the S, you be relieving your stres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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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t's the one and only Eagle Double G. Snoop Dogg, Snoop Dogg.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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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You know I'm on it with the D.O.E. Yeah, yeah, yea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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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t's the one and only Eagle Double G. Snoop Dogg, Snoop Dogg. Hold up.生理期，顺便讲一下，生理期到底可不可以健身？你想健身你就健身，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啊，就是视自己的体力而定。像我现在就觉得蛮累的，所以我今天原本计划的菜单可能会稍微拖一下，然后等一下应该再练个这一组练完，这个动作练完，我就会去做有氧，接着回家吃饭。这是我的第二餐。已经烤好的番茄鸡胸肉，加上腌小黄瓜，然后下面是紫米饭，然后跟一个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青菜，这个是我的一餐，其实分量蛮多的，但是我吃得完。那我来自拍一下。好，自拍。我要在你的 vlog 里面放。我的腰好细哦。这怎么 Photoshop？ 你告诉我，这怎么 Photoshop？ 照片啊。来，这两个是我等一下看电影要配的。